好，我们的游戏继续进行啊，还是没有出现春阳啊，还是要让沈阳来猜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下面看接下来的这个图片，那是谁了？这是你看啊，是春阳。我看像露露。嗯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是露露，这是我吗？你沈阳，你感觉是谁？春阳，是春阳，春阳，春阳，是春阳吗？来，一起看一下。准嘞。好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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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停停停，你别说有点像啊，停，下巴出来了，你，哎，还是春阳吗？确定吗？哎，毛毛，这是毛毛啊，这是啊，哇，这毛毛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？婚纱照吧？对呀，结婚的时候。你瞧，给金龙幸福的，哎呦，猜错了。猜错了怎么办？接受惩罚。猜错了，咱们组接受惩罚吧。惩罚呀，那个，野，野，别叫错，还叫了，你野，不是野，一个野。来来来，有请程野先生为我们惩罚，也顺便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No， 哎 ，No， 怎么弄吧？因为我在明星面前来展示好多才艺了。没错，变过这个魔术。今天。真惩罚我呀！真惩罚，真行，惩罚我就狠点的，狠点的。啊，那你给他整啊！你们出题。来了，说了，来歌啊！啊，我也不想唱。嗯，才艺我也不想展示，不想展示啊！我想展示点体育方面的。体育方面的，我做100个俯卧撑，行不行？好，100个。但是，我做完100个俯卧撑，肯定是起不来了。得找对面的，我看找谁呢？找谁？得找刘力扬，把他给我抬起来。那想让我做，他就得抬。你们同意不？你当然问他粉丝，粉丝当然不同意了。有同意的，有不同意的。你说我还怎么着？是这样啊、别管同不同意，力扬抬不抬你，你先做了再说，好不好？大家想不想看程野啊？俯卧撑。来。就我这体格、正好需要减肥啊！哎呀，这想干砖，哎，这是，哎呀，两个了，三个啊！怎么的了？我腰突出了，就是。腰间盘有点突出了，行了，这俩算数还算明白了吗？说一算吧。啊，三个可以，就勉强过关了。三个就好，但是最后一组跟前面的有一些不同哈，露露。怎么不同？因为呢，还剩下一次机会，让沈阳来唱，来猜到底有没有春阳。我们的一次性的两张图片，你只需选对哪一个是春阳就过关。啊，那这个简单呢，来，这个刺激，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，来。一左一右，你就猜吧。小心点，炒豆，炒豆，越炒越臭。这边的，右边的，右边的呀。右边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再炒一下。没问题，炒完了。你这豆炒熟了吗？你来吧，来吧。就要这个豆了吗？不是，就要这个人了吗？对。那来吧。小沈阳已经确认了啊，就是右边不改了。对，不改了。好，那么沈阳到底能不能猜出哪个是春阳呢？最后一轮猜对哪一个是沈春阳，对、后来炒豆炒到是右边那个，就是大屏幕这一侧的那个，对吧？好，那我马上揭晓到底他是不是沈春阳，一起看一下。右边的是露露。这个你又猜错了，我跟你说我上明星组了，我不跟你硬。哎，完了！你看，气了，把媳妇儿得罪了。快，红两只，长得都像我媳妇儿哈。不是我说你们哈，你们太过分了，那不纯属瞎编乱造吗？赶紧给人小沈阳证明啊！好像这里面就没有你。再者说了，我这辈子要不听你的，我都活不起了，我都。再次声明啊，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。纯属我们编的。其实啊，人家小沈阳两口子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是，人家在这个无论是生活当中、事业上，都是互相帮助。对，并且两个人的嗓门嘿，都很高，那简直是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那到底有多高呢？对呀、您看了下面这首歌。